长得帅不是我的错，如果帅真的是一种错，那我情愿一错再错。在这次的营队里，我学到了用适当的语言来和大家沟通，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内心。我很喜欢讲话给大家听，然后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，比如说声腔共鸣、咬字等等，也看到了很多厉害的配音员。因为想要让自己的自信变好，所以才参加这营队。配音员不只是要念出来，还要把感情或者是一些动作都要投入在就是他配音的这部片子里面，甚至是在交友的方面，第一天来就可以跟大家就是打混在一片。这次的营队让我收获很多，然后也学到非常多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哦。